猛哥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还不得跟我拼命吗？还是算了，不过上手摸一摸总不犯法吧。再摸下去真是折磨人。在这场追逐游戏，我到底只是想征服他，还是征服变味成了喜欢？衣服好像没脏，不用脱吧？可是穿着衣服睡觉多难受。还是给他脱了吧，就算不做什么，过过眼瘾上瘾也不错。你可得对我负责，你昨晚醉得都不省人事，我看不过去想让你睡得舒服点，没想到你……不管了，明天什么下去，从我身上下去，再说一遍，下去。小李子，你知道吗，你这副软绵绵的样子可比你平时要可爱多了。你行了，小李子，你现在站都站不稳，就更别说揍人了。你别紧张，我只是想亲亲你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嘛。叶醉英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你以为我要做什么？你放心，我真没那个胆子。现在干的事叫什么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你倒是别配合我不要脸啊。你小李子学不行啊。怎么看你也不是不喜欢，现在这是想不认账？我这辈子都没这么难看过，我竟然……这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再待下去太危险了，天亮了要是简翠莲也醒了就不好解释了，便宜占够，见好就撤。不过李玉要是事后找我麻烦怎么办？啊，算了，反正他也弄不死我，睡觉先。喂，那个哥，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那个在哪儿呢？还在酒店吗？啊，起不来，头疼。那李玉呢？翠莲，你吃饭没有？我刚让大堂去买药了。哦，你打电话呢？啊，是我哥。是我太敏感了吗？他在摔东西。梁秘书，关于这个工作，他对其他人都挺温和的，唯独对我一天没几个笑脸不说，现在恐怕都讨厌我了。简总好。嗯，李玉，你给我进来。这个报告你看了吗？给我简单描述一下。啊，对了，上次的合同写得不错，改了三次是不是？学到不少东西。那什么，咱们上班就谈公事，其他的下班再说，怎么样？姓简的，看在随林的面子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脸，如果你再敢惹我，让你后悔一辈子。不过就是个乳臭未干、没身份、没地位的小崽子罢了。三番两次拒绝我就算了，还他妈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有种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，你李玉算个什么东西，老子看上你是给你脸。再说前天晚上你都那样了，便宜占完了现在来装被害人，天下便宜都你一家的。少爷最他妈烦你这样没皮没脸硬往我身上贴的，你以为你又是什么东西？如果你不是简随林的哥哥，就你这样的无耻之徒，见一次打一次。你还想对我做什么恶心的事？出来听听，我看看你他妈到底有几条命。